打过架？哦，有啊，从小打到大，每天都在打。哦，那谁赢？哦，有很多都是他赢，很少都是我的。有个稍微比较快一点点，有啊，哦，那他比较壮啊，打不过。啊，那你干嘛还要挑衅？都会就是会打输，为什么要打？打输还是要打？就是北宋这样。那什么事情会打架？啊？一点小事。抢女朋友？一点小事就会打。比方说？嗯、啊，躺我床铺。躺你床铺啊？然后你就猫他。就跟他吵架，然后就开始打。你们打架都怎么打？用踢的还是用用拳头、啊、还是勒脖子？哦，都有。哦，都没有受伤哦。有啊。你们两个那个出手应该蛮重的。这边呢？你们两个是丢刀打到受伤，真的是。对、哦。我爸也会懒得住。爸爸懒得住你们两个吗？懒得住啊，很壮，下坡改。爸爸更壮，有点壮。那你们两个如果一起打爸爸，爸爸会输。哦，哈哈哈。啊，你们打过？爸爸几岁？你们两个一起打过爸爸？有啊，打过炮。什么事情？那是我喝酒醉了，然后他来拦我，然后我爸爸打他，嗯，然后我就打我爸，然后就两个一起啊？对啊，这两个合作一起打他。那。把爸爸打倒在地哦，你们两个也太精彩了。爸爸跟你们差几岁？差30。爸爸年轻吗？40。40岁。嗯。那很年轻就生你们了吗？你老哥哥是老大。啊？他是老大还是上面还有？老大的柬埔寨。老大几岁？20。20对。那爸爸20岁就生第一个了。哦，那很年轻。爸爸比我小十，你爸爸比我小十岁呢。15岁，他是73年吃的，对啊，我63呢。爸爸年轻啊，爸爸，你说爸爸是德鲁果，嗯，爸爸脾气好吗？那妈妈脾气好不好？现在抽烟那些都不会。那会不会想回去念书踢球？啊？会不会想回去念书跟踢球？不会，为什么不要？出来混。混什么？啊？要混什么？没有，刚才我是从假的混，他说混名声。啊？但是我现在混名声，去当企业家。像游国一样啊。他现在在干嘛？当流氓啊。他不是踢足球踢得很好。他踢很好，但是现在去当流氓。没有必要吧？也没到那个程度啊。很屌。哎，去当企业家嘛，年薪千万上亿不是很好？臭大哥，买高龄，那个才叫混江湖啊！去当企业家赚钱啊！你欠我大哥。弟弟，要把高中念完。有时候那个当兵，有时候是可以顺便签志愿役，你可以当大炮。那个，只要健康就好。哦，书还是要念啊，工作还是要做啊。嗯、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呢？啊，哪个？喜欢。认真的讲。什么样条件的女生？你讲呢？哎呦嘞，一个。长发、短发。长发。单眼、双眼。双眼。哦。然后身材要不要好？不一定。什么大宝？你喜欢胖胖的？不一定。瘦瘦的。要看脸，啊，要看脸。喜欢成熟妩媚还是娃娃脸？上山打老虎，下山吃白虎。下山打老虎，下山舔白虎呗。喜欢那种成熟的还是娃娃脸？喜欢。有，操鸡巴！有些人比较喜欢熟女嘛，有些喜欢那个可爱娃娃脸。我就是可爱的。喜欢可爱的。那，那身材呢？罩杯？不一定，看脸。平的还是丰满的？胸部丰满？不一定。哦。那希望他有什么兴趣专长吗？比方说会煮菜啊。没关系。哎，我这可以带回家。有什么？因为我会煮。哦。
啊，迷你的车。那你觉得你的优点是什么？对女生来讲什么优点？我不知道。除了刚刚手长脚啊，脚长还有什么？我把要把那句接完了，手长脚长，然后呢？手长脚长，屁股长。哦，什么？手长脚长，懒脚长。哦，然后要讲阿美语，但是。我不是阿美族，讨厌阿美族。一半呢？那你可以。那还有什么优点？还有。长得帅。你喜欢男的？看你脸啊！所以女生觉得他有什么优点？还除了还长得帅，还有什么？长得帅？长得帅没有吧？爸爸，你爸妈把你生得很好了，还有什么？还自己还有什么优点？自己有什么优点？形象。很多那个没什么优点的女生就跑掉了。优点是，活泼一点嘛。刚刚没有拍之前不是很活泼，为什么拍人都给我装死？你们真的是，拍我啊，拍我啊！是不就一分钟了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那有没有牵过女生？有啊。有没有舌吻过？有啊。哦，最久多久？什么最久多久？舌吻最久多久？舌吻一分钟多吧。啊，一分钟多。叫我窒息吧，这样。哦。那有喝过乳汁吗？没有。没有。那你吸过奶？哦。有 feel 吗？啊。OK。哦。交往最大的女生几岁？就都跟我同年纪，哎，是女生追你还是你追女生？前几段是女生追我，好多女生追你，对，啊，有全垒打，有，哦，那是女生主动还是你主动？那应该是女生主动，对，女生，女生怎么主动？讲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。不知道怎么说呢，直接把你扑倒，还是直接把你脱裤子，是脱裤子的，是你喝醉的时候吗？在公园还是海边还是你家？在我家，在你家把你扑倒，那么凶啊，这女生，对吧？那你是很害羞的被扑倒吗？他把你扑倒，你就衣服就全部拿光了。对啊，哇，你不是认识很久还是第一次碰面？认识很久，啊，认识很久，对啊，几个把你扑倒过？一个，那其他是你扑倒人家？算是，会不会想去演戏？不会，我想自信。现在很多运动员都当明星啊，柯震东啊，很多很多都是当明星啊。都是运动选手，因为外形身材都好，有机会可以试试看哦。不要笨，那个收入非常可观，吓死我，等等。你要德鲁古混阿美族的那个混血都蛮好看的，女生男生都蛮好看的。有机会走演艺圈吧，试试看哦。好。还有那个。终于有时间了。你的脚是11号吗？还是11号半？脚掌。脚掌。11号半吗？美国规格因为谁那个？你是10号半还是11号？10号半。因为我是9号半而已。10号半。哦，那很大啊。好，哥哥比你大，还是一样？哥哥比我大吧。嗯。好，那等一下想到什么？要分享的这拍号，换哥哥号。啊。那有在学哈、哦？嗯。今年毕业。对。那有在学，还有在踢吗？没有。高中去考那个花莲高中嘛，独立招生啊，去踢啊。没有啊，去工作。去边读书工作，晚上打工，周末打工，寒暑假打工就够用了、啊。不够了，我花钱那么大手大脚的。你花什么钱？花打